怎么觉得这关有点眼熟呢？没有关系，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可怕、哦。好啦，那哒哒哒哒，我想下哦。哒哒哒哒哒哒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我按下了，怎么没有反应呢？啊？等等等等。哦，哎，混蛋，忘记了这个游戏是不是啊？哒哒哒！刚刚我按到用滑鼠控制了，难怪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又是你！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的，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这家伙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这个它到底是怎么真的、啊？完全不明就里啊！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呀！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呀！这个是什么鬼啊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去过弯曲这样吧，混蛋！啊啊啊！我得把这家伙关起来，不然他跟我没完没了了。等一下，算了，我不跟你玩了。我过关取向可以吧？我过关取向可以吧？我啊，不要！啊哈！我过关取向了还不行吗？取向了，我过关取向可以吧？我不跟你吵，放我走！可恶，我已经放弃拿那些道具了，太难了。他根本不是存心让我拿的，他根本没有意思啊，让我拿那个道具的。啊！救命啊！去，救命啊！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，等一下，我这边要放一个弹跳。一阵兵荒马乱，真的是！我不跟你玩。我要等一下。哇！该不会是要拿到那个弹跳？不是要拿到那个弹跳吧？我的天啊！等一下哦，我看看啊，不要！我刚刚的问题是什么？我刚刚的问题是啊，我为什么要手贱？刚刚到底我是要来拿旁边这个东西的，我啊，想一下啊，总算留给我一条生路。那这又是想我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不是过关的路吗？那过关的路在哪呢？让我研究一下，让我研究一下啊！上面我是不失望了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我是不是又下来了？我怎么觉得这里有点眼熟呢？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呢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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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怕炸我炸我觉得这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关卡不是很友善哎、欸。这真心不友善哎、欸，这个关卡是他的问题吧？哇，等一下！等一下！我已经用飞快的速度。等一下，这个，不行，我一飞过去，我连按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就马上变成了灰烬，不是灰烬，是泡泡。我想说，好歹他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上去变个身吧。啊，不行，上面不能变身。啊，那这个怎么过？我觉得这个真心不友善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就想把这个放在这里。啊，等一下。我想想看，我要把这个放在这里。哎，我要把这个放在这里，阻断上面那个炮塔的路线。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控制好我的跳跃。就像这样，我一直没办法控制好我的跳。对，就像这样。算了，我也不挑战了。照理说，我再拿到一个，红色，应该可以有机会。算了，我们不要挑战那么高难度的东西，我们就过关吧。啊，就过关吧啊！唉，又一颗。他说：“鬼怎么会有小孩？”哎，被干掉了。他说：“不站住。”哎，这样是干嘛的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！
这家伙是不会死吗？我这家伙好像不会死，我都在他头上这么干了，他好像不会死。唉，好难啊，这个好难啊，好难啊！我救不到我的下一个小伙伴。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？而且你叫错我的名字。不知道想干嘛，走我！我操！你一定就是那个 Philo 的，对吧？哈哈。管他的，我们要弄死他。少废话，开打吧。放他们走。哇塞，有种你别跑啊，混蛋！啊啊！这竟然是一个现，竟然是一个现实的关卡啊！而且我碰到他，我就会死啊！这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是要我怎么打？我觉得这个操作难度太高了，对我来讲。我应该是要，我啊，等等一下，他这个是要我怎么打？我想一下，刚刚他有损一条命，但刚刚损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想一下，刚刚他损血的情形是什么样子？受不了啦！我受不了了呀！这个好难啊！而且还要打中他五次，我觉得我完全没有信心，我觉得我做不到。我讨厌操作趋向的游戏。
觉得这好难哦，呵呵，这为什么这么难啊？为什么这么难？为什么？他刚刚的损血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损的血？我碰到他我就死了啊，还是说我要踩，我到底是要踩中他还是怎么样子的呢？啊，完蛋了，我觉得这一关够我卡一管上。如果我这一关卡了一管上，我明天还要继续这个游戏吗？我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，我觉得我没有一定要执着于过这个游戏呢。啊哈！我觉得吧，如果我今天过不了这个游戏，明天我们很可能会开两款新游戏，毕竟现在排队等着我玩的游戏还蛮多的，我完全没有必要跟他死磕。对，说的就是你。我就是不知道我现在是要到底是要怎么做。我碰到他我就死了呀，我到底现在是要怎么做？照理说我应该是要踩他那个大脑袋的。说我应该是要踩他那个大脑袋，可是好难哦。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给我一点装备或什么的，我就这样子跟他打，我觉得我弱爆了耶。换这个有个抢吗？没有，完全只是可爱的问题。哎，好可爱哦。嗯，这好像完全都只是可爱而已呢，好像完全没有什么作用，就只是可爱而已呢。啊，可以选难度吗？不行，等一下。哈哈哈哈！啊，等一下。你舍得这样伤害这么可爱的小菜头吗？你舍得吗？啊！好像 get 了正确的使用方式呢。
命啊！哎，哇塞，不是吧？你来呀！哦，哇哇哇哦！哇，你有种，你不要跑那么快！哇，这一灯侠！我没有注意到那前面是有刺的。啊，等一下！啊，可恶！救命啊！他是不是越跑越快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的意思该不会是我刚刚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要能够反弹一颗回去的意思吧？哦，我觉得这有点太难了呀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难了，我要反弹一颗回去，可是他跑得这么快，我怎么反弹回去我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真的纯粹是折磨我吧。啊，擦，好痛。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刚刚那一颗并不是很好，并不是很好控制啊！好好痛！啊！救命！我确定我要把这个洋葱头，是不是洋葱头？把这个花椰菜头改掉。我还是觉得这颗吧，它就很可爱了。哎，两只都可以选哎，那我另外一只要这个。等一下，好，好可爱啊！啊，好好可爱。好吧，这个游戏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爱啊，言及正义。但是可爱不能当饭吃啊。我觉得我可能要观察一下它的弱点的范围，如果不被扎死的话。
它的落点的范围是固定的距离吗？还是它会看我跟它的距离调整呢？而且我为什么一直会被扎死呢？是它刺太长，还是我手有问题？我又死掉啦！我又死掉啦！哎，这个游戏玩不玩了，真是。啊，这个，可是我都过了两关，我继续过下去，我好像又有点不甘心，该怎么办？这个难道吐血啊？这个我都已经过到这里了。我一直死在那两颗，我一直死在那两个阶梯上。反正我就说了，如果我今天过不了这个游戏，俺明天是会开新游戏的。我不会硬要此刻跟他过不去的。我还有弄不完这个选项的啊！又是这里，又是这里。我要设立一个停损点，我最多最多就是玩到十点，超过十点我就先休息。超过十点我就要休息，这个没得商量。一直死在差不多的地方，真的很烦。哎呀，刚刚那个地方我已经死了20次了哟，有没有20次？有没有啊？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好烦哦，好生气哦！手残也不是这样的吧？这个游戏为什么对手残党这么不友善？过了吗？过了吗？啊！把我还给我！系统故障，系统故障。哎，他又吃我一只，混蛋！无耻！他竟然又吃我一只！明天我明天一定会抓到你的，再见。我跟你说这个。B 楼还蛮喜感的，
这家我想又想干嘛？又剩下我了。现在是怎样解锁三个门？你以为我就会玩吗，混蛋？明天再说吧。我明天再考虑我要不要继续玩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